呀，又开始刷上了，我回来了。背着手套干什么？啊啊，去练打拳击。你就因为我就因为我今天说你了。对呀，你不是说我又简直怎么的了？我还怎么把手套戴上？你又干啥？你怎么说我了今天？我忘了。想回忆一下当年，结果一下看着这一张老脸配个那个婚裙，怎么回事的啊？哎呀，我都不会学。你今天不说我了吗？不，你把那手套摘了呗，瘆得慌。摘了干什么？我等着啊，看我拿东西练你，等着啊。这娘们儿疯了。噔噔噔噔噔，这个大榴莲怎么样？啊，你不是最喜欢吃榴莲吗？啊，又可以吃，这里边的肉可以吃，啊，好香啊！然后这里外边的这皮儿可以干什么？可以干什么？干啥？可以干什么？可以砸你，可以跪上去，怎么样？哎呀，太香了！你个娘们儿，我告诉你，这没啥好心。我怎么有好心了？你看哈。我说你完了之后，你今天买个大榴莲回来，还买个刺儿是不？哎呦妈！嗯，来呀！我不吃行不？来呀！哎呀，太香了，太诱人了。我不吃了行不？又可以吃。这个皮儿呢还可以扎人，啊，一扎一下这得多酸爽啊！哎呀，好酸爽啊！呀，你说我还说敢不敢说我了？这娘们疯了，彻底疯了！这娘们真的彻底疯了，得子心不能丢，这娘们。走啊！我不去，开榴莲啦！我不去，走，快点儿！是开我还是开榴莲？你走不走？先开榴莲，然后再拿榴莲开你。哎呀，那滋儿老酸爽了！让你说我说我的后果，开榴莲去喽，走喽！